他的鼻子，你就要指到他鼻鼻子啊！你看我有没有指到鼻子？别动啊！不动，鼻子有啊？有有吗？有啊！我指他眼，我指他眼睛，这有没有到？啊，有吗？有。你要指哪边啊？你只要指对啊。你不能说我要指他鼻子，偏到这来，偏到这来，来了。老师，那跟眼睛看的没有关系，跟视差没有关系，这些都没有关系。感觉你不是要去瞄，你没有那个，又不是打枪有准心。他有指到吗？过来一点，偏了是不是？对。哎呦，怎么在这里？啊，是不是？鼻子。哎，这个稍微好一点。哇，奇怪。你要试试看吗？对啊。这样怎么行？你敢不敢？到了。量还有。啊。高一点。待会导你们的方向感要，你们的方向感要，我指右肩是不是？左肩，心窝，是不是？斜肋骨，对，肋骨就要倒啊。小不点来，头小不点来，是不是？就算这么远，直到他头，直到这边，是不是？直到脸鼻子，你这个东西要有啊。所以你们的控制不能在后面，你们的控制不能在后面，你在后面差一点点，前面就差一大截。你的控制要在前面，你们现在的错误都是你的控制是在后面，你看。有没有？你在指的时候，你是用这个来动的，你是用这个来动的，你是用这个来动的。这里偏一点点，前面就偏那么多。你的指是手指尖嘛？我手指尖指你的眼睛，我是手指尖指，是不是到了？是不是到了？对嘛？你不能这样子指，你不能这样子啊！你这样子一定偏的。所以要告诉你们，要会用烧。一定要用烧，懂得吗？方向，烧是管方向的。你的方向都不对了，你方向你出手方向都不准了，你打什么？哦，今天才发现这个大问题。